挑戦ね。レベルアップだね。精進あるのみだ。精進なむりゅりゅりだ。お宝発見。命中百分百，必杀加十二。可以稍微看一下有没有人装命中的啊，就可以盖了。好像没有，大家对命中都还好了。但这个必杀三，好，装不上去。不需要让它更加强化啊。啊 ，FB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，我可以主动跟大家说安安。大家不跟我说安安，我可以主动跟大家说安安。像什么？这样会不会很羞耻？啊，圣意安安，啊，佩意安安，梦奇安安，可以看到有人进来我们的 FB 直播。警戒を怠んなよ。我们先去前面。升级一下我们的风之剑圣，再来打他。帮忙说安，才不会尴尬。没有哦，我就看到他们加进来啊。誓言安安，嘿嘿安安。所以他等一下就会跟我说安了喽，女君安安，主动安安，厉害吧？偶尔闹一下，偶尔闹一下。1000，1000，看在你是风之剑圣。给你一个尊重，好不好？刚刚那是什么啊？这个？为什么命中已经？哦，这个愤怒有回避时，回避反击必定暴击，这很关键。哦，是这个吗？白，来来来来，好玩的来了！脆药珠加20回避，然后呢？这一定是在究极稀有里面的脆药黄珠，再加25。回避率 75%， 好不好？回避流，这样感觉金耀皇珠不需要，我们再找看看有没有回避的，说不定在究极稀有里面，我们还有一些什么高超回避。加六。哦，有了，好像女神，哎呦，火哦，但这一架 ATS 啊，就绝对不会给到他了，但没关系。我们还有啊，但配件也其实也不会，因为风之剑圣配件都是要加 CP 的，因为 CP 太重要了。我觉得这就够了啦，75%，立夏休息一下。有时候回避三，
回避三加九，好像还好呢。但暴击必杀，必杀那么高，哎，我们就直接回避流，或者是攻击啦。我觉得攻击也可以高一点，攻击不够高，那你伤害也不太行。至少来一个120的攻击力，有没有可以给的？破盾之牙120，好，有3000，啊，3100，有人说封建草地暴击伤害值增加，可是我们回没有，我们回避，回避必定暴击，对，所以我们回避高，回避必定暴击，所以这样子很强。然后回避反击伤害不仅暴击，还增加250%，他就是个回避怪物，有他在你前面走。这没记错的话，就之前闪鬼最后的那个嘛，大家要去讨伐的其中一个。对，攻击力短，攻击范围短，所以你必须让风之剑圣有没有普通攻击往前靠近对手，强力反弹啊！那、啊、这样子会反吗？哦，不会，能够以避战弹开所有的攻击，完了，防御还上升。哇！任せるがいい。这怎么办？这没有办法破，这没办法破。那我们就忍耐。任せるがいい。風よ。对啊，而且他也可以心眼。所以回避又更上升了。忍耐，没事。哎，等等，有事，他的行动，抢一下那个惊叹号，不要被他拿走。虽然我们这样也很尴尬，忍耐。860，为什么要反两次？他怎么那么反？听起来很奇怪哦，他怎么那么反？可以改攻击的。哦，这可以清正面状态啊！我忘记了咪哦，傻不隆咚，清除，管你加啥能力，消失吧，再消失吧。70000哦，我是打
打不太死。遅い。我打得死啊！最后一集要有信心。ありがとう、エステル。次もよろしく頼む。この調子で行くわよ、ロイド君。よし、やったぞ。やったぞ。レベルアップですね。精進あるのみだ。掴んだ。风之剑圣，当然ね。果然还是强啊。レベルアップだね。もっと精進しないと。有大叔在，没烦恼。那感觉没有他描绘的这么的痛。你看我们这样子回避，毕竟暴击，暴击又200，又会乘2.5倍，然后暴击的伤害也会再上升。所以如果按照我们所想的话，他伤害应该超高才对啊。回避毕竟暴击，暴击就是 1.5 倍伤害了，所以 1.5 两倍，所以会变成3倍伤害，3倍再乘上 2.5 倍 7.5， 所以理论上应该是 7.5 倍的伤害打出去，理论上啦，大家可能计算方式不同。我们随时都准备好了，怕的只是侦查而已啊。有其实都有侦查，这边应该是这里的 boss， 等下精英怪可能还要再看一下，还有两个。这里的组合就刚刚说要记得艾玛。没有喂，艾玛饮料黄珠啊，那个李恩，请问你的物理攻击多少啊？4214是不是？还不错哦，但是我的魔法攻击4423，爽啊，好扯哦。やばいのがいるな、気をつけろ。这就是刚刚的那小丑啊，所以应该还有一个。而且还会招小怪的，我们等一下再再看看。宝箱か。太扯了吧，这里的东西。神，其实我们根本没在用时间爆发啦，所以这个就没关系了，就直接黑曜皇珠。太快了，太快了！十爆、哦，感觉艾斯蒂尔或许可以用。我们想法还是打一下。果然，老怪物。输给老婆大人不算输。
続くよ。流星级，总共这么不痛。他是故意的吗？故意让艾玛来表现的吗？钻石星星。10万，感觉应该对手的防御也蛮高。所以没有想象中的12、13万，但10万也很强。倒个水。啊，之前有说啊，像我们 FB 转到 FB 之后会有很多开台的时间，但礼拜三基本上我自己打算就是还是一样嘛。其他会有多的，哇，又来了魔皇兵幽香种。一直忘记这边要换加 CP 高的。像我自己评估，可能礼拜一呀、啊，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四、礼拜五、礼拜天都有可能深夜有多开台的时间，但礼拜三、礼拜六就可能还是一样就没有。还是要有休息剪片时间。続くよ。私の番ですね。死属性是吧？然后再让我们直接给他脆弱一波。割裂空间。いいわよ。破防来了。我觉得15万。14啊，差一点。差一点就是现在他只是明晃，第一个魔法只有100，不像李恩是，李恩多少？李恩已经跟鬼一样了。最后浑身一击。トア先輩、お怪我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か？平気だよ。で、リン君ってば甘やかしすぎじゃない？啊，虽然不知道，但是总算听到他们的对话啦。やったね。やったね。機能向上ね。やりました。やったわ。やったね。